看免费嘛，首先我会给你去一个地方，我带阿哥马去那个地方前，我才跟你们说怎么拿这个东西。你们崔涛会跟着你们呢，要他听到为止。那就是免费嘛，欢迎来 T 七级。哎，我的妈！免费的在哪里？你们看到吗 ？OK， 来搞过来。还真乖哦，这是他很乖。走，我们继续跑。我要拍戏一集。不知道差在哪里，屎屁啊！是，我们开始走。这个马任务很难做，你们讲。走，我们开始去吗？吹。但他就是很听话的孩子。这就是继续。我爱嚷嚷，嚷嚷为我，都为不为为。继续继续。吹毛，你被打死了，他会走了。你们不行。我被马马我快点！我们快点到终点，这一集可能很快做完。啊，好伤心啊！就是第七集吗？第七集啊！看，免费插电了，极好。看，你们一直看。这这这，我们开始啊！已经要到终点了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从哪里拿到？继续啊！你们这样，我只要把我马放进去罢了。免费马就是。他会放进去啊，如果你们要就好了。对啊，你们要再跟他讲，就拿免费的马哦。除非你按 yes， 再见。